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绝对玩 DN， 咁今次翻到嚟咧就会见到咧，我后面咧已经有只直冲红啦，因为咧我就升咗呢啦，去咗进咗化，系咯，学埋嗰招嘅索要啦，即系呢一个嘅普通嘅小偷技能啦，啊 ，OK， 同埋就其实我已经推咗好多关卡，即系譬如咧街路上嗰啲训练家咧，大部分我都打过嘅，所以 level 咧基本上咧已经系得咗啦，起咗个得噶啦，你见到牛蛙军已经变咗绿色，而且进到化啦。咁系相当之有优势嘅，对于依家嘅我嚟讲，因为我而家几多只水系一二三四五只水系，一只呢一只直冲红嘅，咁基本上就冇乜问题啦。而且牛蛙君咧，我唔知点解身上有个闪光树叶嘅，啊，我唔知点解会有。系啦，技能方面咧就水波动啦、球雨啦、催眠啦，同埋呢招嘅麻痹技能。好。咁其他嗰啲就冇咩特别改变啦。李如龙有招龙怒啦。好。我原有冰牙啦，原本都有噶啦。咁而卡美龟就冇咩特别啦，都系好。同埋身上有一啲好重要嘅道具，就系呢个幸福蛋啦，系啦。咁幸福蛋俾我拎啦，哎呀，又中个笔啦呢度。幸福蛋咧就系呢度一路向左行咧，跟住慢一啲嘅训练家拎嘅。但系实际上喺边我都唔系话好记得啦。OK， 我哋可以继续推剧情啦。应该就系烧焦塔嗰度咧，三神兽嘅地方。好，咁多怪噶，走。好 ，OK， 会有嚟。好，烧焦塔喺度，等等先，入一入个建筑物先。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咧，有一个建筑物。好，阿克罗马。烧焦塔传说中咧，消逝嘅三只精灵咧，被凤凰咧复活之后，改变咗原有嘅形态，并且成为咧凤凰嘅守护者。少年，我哋又见面啦。精灵力嘅力量咧，同埋才能嘅重要形式系啲咩？破坏力、利用率定系观赏性？唔系。呢啲都系外貌或者实战派目光短浅嘅表现形态嚟嘅。精灵存在嘅重要形式咧，系为咗佢嘅未知潜能。唔知道你有冇认同？唔新早喎，阿罗密大人，山洞嘅装置已经布置完毕，另外灵马大人咧，希望你在场咧协助一下。我明白啦，再见啦，少年。好，嚟啦。哇，已经阿琴音啊嘛，好，即刻四回，睇下赢唔赢到，应该赢到嘅可以。哎呀，你都系嚟到呢度，我同我小伙伴咧嚟到呢度去探险喎。你知唔知啊？啊，你做乜？随住烧焦塔呢一度咧，有翠沉睡嘅守护神，真系想见一见啊！睇你嘅样咧，睇嚟咧变强咗唔少喎，同我嘅伙伴咧比试系劲咗好多啊！我而家系劲咗好多。哦，你仲可以赢月桂叶，我照用水打啊，因为依家咧落紧雨，所以个水咧打佢都痛嘅。啊，土龙啊，更加唔使讲啦，珍珠贝照用水啦。哇！一隻牛蛙军打晒啦，依家果然咧都系你比较劲，睇我都要咧继续锻炼啦。好呢度嚟啦，仲要劲敌嚟啦 ，MK 仔，你真系咧好得闲哦，有事冇事成日走嚟走去啊，想捉神兽，早就冇啦。嗰个绿化嗰条友咧就系将三只神兽捉咗啦，好似你咁天真，想获得咧神兽嘅力量，悭啲啦，你想赢我悭啲啦，十八呢啊，唉，再见啦，拿破十八咧，再见啦。太易打啦！呢啲对我嚟讲，依家输咗，切，仲有一日咧，我获得更强嘅力量嘅。正蠢材啦，想赢我，而家有边个可以赢到我？除咗一啲特殊嘅情况下，护身金币，好，除非嗰啲管主级数啦，否则真系可能咩下一关嘅降属性嘅物金道馆嗰个管主咁啦。除此之外都冇可能赢到我啦，依家。啊，因为落咗，因为呢个降雨特性太强，应该唔系咁讲，应该系天气手嘅对唔太强。好，点可能噶？可爱嘅水军竟然俾呢个训练师沉睡喺烧焦塔嘅水军掩低雷公，竟然俾区区一个训练师同时捕捉，究竟系咩人啊？终于捕捉到，不过系传说精灵啊，真系唔系一般咧难对付，辛苦晒阿佛阿典娜。保证咩条友呢个传说中嘅精灵一定会战力大增。我有讲过，我同你系同一条路，冇把握。但系火箭兵嘅师唔系我咧，海网嘅归属地。把握但系咧，即系暂时离开，有咗神兽力量咧，我哋可以接近最强嘅集团。冇把握但系喺度咯，我唔会加入火箭兵。仲有多谢你嘅情报，冇呢个情报咧，大概唔会掌握佢哋弱点。不过我系暂时唔会参与你火箭兵嘅事，呢个系真
个反骨仔，以为我啲嘢全部平嘢，点解咁容易俾你攞走我嘅战力啊？你确定依家系同我打？依家我有传说精灵嘅力量，你认为依家你都有打到我嘅能力嘅？出嚟啊，水军炎帝雷公！羽毛眼咧就识飞，有冇嘢晓飞啊？你同我记住我，火箭兵唔系食斋，左右你会后悔。巴格拉走啊，走咗啊，翻嚟啊，三只，下一个目标系凤凰啊，难度好大哦，算啦，慢慢调查，先用穿动绳。OK， 都系有相当嘅实力啊，不过而家咧心情超低啦，系唔讲啦，我嘅水军可以翻去冷静一下。你都嚟探险啊？打算嚟我道馆挑战啊？好，可能因为我升咧升得太高，等级压制方面咧太过多。因为咧我想升埋就牛蛙军，牛蛙军要25咧先进化，系啦，唔知25定系好似25。跟住咧就帮我正嗱、啊，你见到咧佢性格错，加密攻减密防，而呢牛蛙军应该系特攻向、啊、大部分水技都系特攻向嘅。而牛蛙军可以学到密攻的技能，应该得攀瀑布嘅。据我所知，好，我系你啦，呢、這个道馆系嘛，轻松压过啦。等级压制，当你有啲，当你玩 Pokemon 咧，你唔够打，例如咧绝对话你唔够打咧，你将所有精灵全部起个得就得噶啦。即系譬如你得15咧，跟住唔够打，我即刻升到30咧。点升呢都系系咁不断系咁打野怪咗，都系啊，唔系打啲咩训练家或者系一啲咩嘢方法啊，冇，都系不断系咁打系咁打，好、哦、全部秒过啦，喺我天气手牛蛙军底下都仲想赢我，一个水之波动啦，好水嘅天气嚟讲算唔算系最容易获得呢？火系有啲难撞，我谂水系应该易啲，因为有咩？蚊香蝌蚪啊，或者系嗰只嘅长翅鸦系咪？长翅鸥啊，嗰只嘅海鸥。好，咁咁啱咧，呢一只牛蛙军咧有呢个进化路线啦，即系有呢一个嘅蚊香蝌蚪有得捉啦，然之后王者之冠有得拎啦，所以咧雨天队应该系几强呢度。我嘅规则系单打三打三，请准备。系唔紧要啦，照旧啦。好，牛蛙军鳄鱼同埋鲤鱼龙啦。因为鲤鱼龙咧，佢弱点太过明显，就系、是、雷系，一食雷咧，基本上死得嘅。咁而咁啱咧，你黑到只牛蛙军或者系鳄鱼嘅话，有好大机会都系雷系。好，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哋靠呢一个牛蛙军应该赢到噶啦。睇下你准备好啦，喺呢个圆珠市入面咧，从好耐之前咧，啲人咧当精灵神咁拜，而且咧传说中嘅精灵咧会降临到咧拥有真正实力嘅训练师面前，传说系咁讲。我一直相信住呢个美丽嘅传说，从出世到依家开始就喺呢一度咧秘密修行。因为咁样咧，其他人见唔到嘢咧，我都见得到。而家我见到嘅系咧，你想攞到徽章我都心。不过咧，可能咧你要食啲苦头，即使唔使全力咧，我谂你咧都未必可以咧如愿咁样咧通过鬼系精灵嘅。鬼系精灵，水之波动应该全部水之波我打晒嘅。哎呀，好在有我技嘅啫。好在有我技啫，哎，哇一血筋啊，靓仔，好在有大嘅利禄。如果使出全力嘅话，你吓到濑尿坐喺呢啦。但我觉得你有好大嘅成长空间，点到即止啊？呢个徽章你嘅啦。OK， 50咧以内嘅精灵都可以听你话，唔单止系咁啊，仲可以使用冲浪啦。30影子球，中意就攞去啦。OK， 小蓝，呢度系愤怒湖，算啦，俾。看来你已经勉强完成了相对稳定的时空穿越，但不知道现在什么时间点啊，现在找个人来确认一下。不过请问现在是怎么了啊，你是事件相关的小蓝，估不到立刻撞到相关，不过现在确定时间先。你识我的，我知道这样问你很没礼貌，但现在日期多少，2033年6月66号，好好。佢哋咧灾难发生咗大半年，请你听住我。你知未来七年系咪卡洛斯地区训练家？我知道你个名叫小蓝啊，细个被绑架，知道你嘅历史啊，所以接埋嚟讲咧都系真希望你能够相信。我明白你讲啦，系啦，呢度咧绑架事件咧，如果你有睇嗰啲咩系咪特别篇啊？系咪特别篇？冇记错，系特别篇你就知道系咩事件。咁我之前都有玩特别篇，但我唔记得蓝小蓝有冇出翻，系啦。OK。依家就应该系向右手边行，但我唔知道打唔打赢啊右手边嗰、那个。OK， 攞翻啲精灵出嚟先。好。OK， 呢个歌机我哋迟啲先打啦。
我哋打右手面先，右手面嗰个之前我哋打个好难打嘅呢个。阿洛女兽，咁睇下依家打唔打赢我啦。诶、欸，一血跟佢，哇，电磁波相当麻烦。依家落紧雨嘅情况下，我哋换，哎，算啦，唔使换，换唔好咧？唔换啦。哇，10万福德，哎呀，麻痹捉唔到，玩完啦。卡美龟，水流喷射，唔得啦，俾秒啦要。索要一下先喺度，偷咗佢正饭啊！喂，正啊呢、這个，诶、欸，咁我哋有赚啊喺度，点都赚咗先啦。泡沫，哇唔得唔得，俾佢秒啦！成队水，成队水俾一招雷技秒咗，但唔紧要啊。我哋暂时未砌好队嘅，只要砌好队，我就可以打赢佢。买啲精灵球先，同埋条穿动绳先啦。买啲蚊爬水咯，哎唔够钱啊咁快，会唔会太快？掹翻个正饭出去先，咁、那个正饭可以俾牛蛙棍，其实系啦，哇呀呢个几好，呢招索要真系好有用，可以用嚟偷啲正饭，跟住下次你又可以再偷啦。水之波动啦，诶、欸、very good 啦，冇中到雷，咁呢度用蛇直冲红之后再用偷嘢，即刻偷走样嘢先啦。应该唔死啊！哦，死咗，唔紧要。牛蛙棍，水之波动，唔死嘅。OK， 冇死到。好，麒麟旗，咁啊，麒麟旗就我估应该都有雷技啦，三只，两只雷重，一只普通重，啊，唔系超能力嘅，用鲤鱼龙，跟住用龙之怒，精神干扰。OK，OK，、OK, OK、唔紧要啊。咁即系话咧，证明佢冇技啦，死啦，诶、哎，赢到啦呢、這个。非常之好啊！偷走佢嘅正反啊嘛，易打得多啦。如果唔系个正反不断 keep 住咁样回血咧，非常麻烦。有打过 PVP 都知道，其实正反呢啲咧，虽然正反回得好少啊，但系逐下逐下，俾啲磨重用系非常之好嘅。呢度系咩啊？挡住个洞口喎，唔知道发生咩事。哦 ，OK， 佢话麦金咧系大干蛇使用嘅好手，可能知道啲咩？即系话我哋依家要去下一个城镇啦。哎，呢个未打，呢只用冇得水啊？呢只储水嘅，系冇。佢一系储水，一系储雷，是打一个。铁炮鱼都系用水技打啦，系啦。天气队最好嘅情况就系咁啦，唔理咩都好啊，总之打咩都用水啊。草系一样用水，除非佢系四倍，即系譬如咩属性咧，草系，然之后再加个。草系再加啲咩啊？草系再加水草咁样咧，咁个水嘅伤害就会再降低，咁就唔用得水系啦。好，海上庆典，跟住我哋去道馆睇下啦。啊，系啦，呢、這个道馆咧，暂时应该系未去得，好似系要解决咗呢个雷龙嗰度。呢度啊，火之兵团，你帮我救未啊？咸湿，我仲要企湛江啊！我话入会少乜肉，有啲越嚟越大，冇得。死我啦！见唔到有个电灯胆啊！睇咩睇？未睇有人晒恩我啊！准备受死啊！你哋泡沫，跟住呢个水之波浪打，水流喷射打大狼犬。哎呀，打你唔死，好咁啊！猫奴大高斗猫，咬你！最衰都系你啊！头先唔同老娘配合，而家输咗啦。当初如果好好配合，会输俾电灯胆。哎呀，依家唔系嗰啲时候啊！快啲通知咧，兰斯大人叫火之兵团嘅组织啊，睇下每个地区都有啲咧奇怪组织，输同我无关。快啲结束之后咧，麦金就去花道馆，咁我等下咯。哇！呢个系呢一个天才训练家，应该唔系天才，实力型训练家，真是呢个真字啊！好，我哋依家打呢个火之兵团塔啦。进化咗牛蛙军嘅我准备，起码过两三个道馆都可以秒住过先啦。依家你见到佢相当低咧，依家哇雷拳呢条友啊，睇下冇嘢偷先佢哋。先制果，一啲咁好嘅果实交俾我用啦。大镬啦呢只雷，哎呀触发咗先制果添。不良蛙系咪？好似防水喎，系啦，乾燥皮肤。咁要用鲤鱼龙啊，毒爆弹龙捞，
龙路搞掂你啦。翻嚟回一回好啲啊，因为少咗一个偷嘢咧，我哋就少偷一样嘢。啲训练家咧打完咧，佢冇得再打咧，即系变相如果你打完一次咧，你冇偷到嘢咧，咁你就少咗一个偷嘅对象，咁就会相当之蚀底。好，水母鸭仔、大蚀背、水之波动，好搞掂。跟住呢度出去啊，系啊。游击立水机，哇！地又有血筋，喂，冇啊！招能量球好高攻啊！招能量球偷嘢，偷咩啊？先制果喎 ，OK。哦，偷完先制果可以换翻嘅重聚啦。水之波动有冇药啊？我解毒啊，顶有买牛奶解毒果，嗰个系咪毒嚟啊？唔系，我麻痹嚟噶。哎呀，奇迹果唔用得一个嘅，唔紧要啦，照打啦，应该上到嘅。中咗麻痹冇问题嘅，俾人打一下嘅，小问题啦。我哋而家咧最好咧就系尽快攞呢一个嘅冲浪，因为啲冲浪咧技能嗰个伤害太劲。呢招暂时得60啦，即系话咧基本上佢个攻击系有60乘 1.5 啦，因为佢属性修正嘅关系，之后再落埋雨再乘翻 1.5， 系啦。咁都唔係好高嘅，但係冲浪就劲啦，因为冲浪係80伤害嘅。唔好睇少个20伤害就已经差好远咗。换隻蓝魔上嚟先。咁样啦，呢度打双打。俾你见识下呢一个嘅。呢个双打水队嘅威力啊。嘩，即刻死咗。即刻死咗，唔使咁快啊。喺个塊饼。水流噴射打风铃铃啊！唉，争少少。水之波浪打呢块镜，好咁样。跳跳猪，水之波浪打呢只，呢只用咬打跳跳猪。啊，咁都打唔死？呢度用压制打变色龙，呢度用水流噴射打呀，左手边。大嘴哇！水之波浪打左手边，泡沫。水之波动打右手面，水流噴射打左手面。哎，咁都唔死，因为头先降咗威吓佢。好，呢度压制啦，佢变咗水系俾我哋打到，搞掂。50咧，哎，到啦到啦到啦。你应该咧就系嗰啲火箭兵团嘅头目啊嘛，讲得冇错，就系、是、火箭兵团嘅干部之一兰斯。点解要嚟呢度搞事啊？作为战中嘅管主，系唔会俾你咧胡作非为。嗰块咧撤离，我哋火箭兵团唔系听你说话嚟到呢度咧，正好问你嘅。咁嗰个启暴龙喺边？你应该知啊。咩意思啊？咩启暴龙？就我哋嘅实验动物啦，因为佢走咗啊，身上有定位，所以我知道匿埋咗喺度。唔通系佢？喺我嚟到呢度之后咧，就将佢收复。佢身上嘅伤系你哋整嘅，咁样对精灵兽太残忍啦。原来喺你手上啊！十二毒物就依家有十二毒物个样，呢个好正常啦。快啲将佢还翻俾我哋，呢个火箭兵团嘅嘢嚟嘅。唔制啊，呢只咧唔系启暴龙想要嘅，令精灵咧遭受啲痛苦啊，佢唔愿意。咁即系逼我用暴力啦，妹妹仔。哇，识用暴力唔系得你一个，又话沼弱鱼，我睇唔落去啊。伤害精灵系咪我都会原谅啊？呢位训练师讲得冇错，系联手对付佢啦。李道长。哇！你得24咧，学人撩胶打得唔得噶？我就死咯。岩斌 ，OK， 岩斌我应该死咗咯。啊，应该未，佢20几咧啫，应该未死。啊，背心，掂唔掂啊你？呢度头突咗只幻藤怪先。OK OK 呢下，头突再打呢个顽皮蛋。very good 啊，先制果系睇机率先制喎，好似。好，跟住呢度用鲤鱼龙啦，呢度用龙路打战锤龙又，哇好痛喎、啊、佢一下，唉死咗，系咁痛但不得系咪啊？今次又水流喷射，OK OK， 呵，呢度用变圆，唉变得似，但系冇血咯、啊，
哎呀，妹妹仔，你得廿几咧，可能尿胶打得唔得噶？唔系好掂啊！唔紧要啊，今次啊回晒血，佢死紧啊，咁补呢度出唔出到去？出唔到，好、哦、死硬啊佢！呢只系咪打得噶？打咗啦！哦，睇唔过眼啦，准备咧又要去上去咯，上尿胶位嚟啦！好，头先麻痹，所以第一下打唔死只战锤龙。啲战锤龙超高攻，真系好鬼麻烦。哇，嗰只水系啊，唔系，只万能怪草系，跟住用个招吸收。呢度我用水技打嚟咗。very good 啦，就系用水技打啦，万能怪。唔好以为我唔惊，唔好以为我惊你唔用水技啊。好啊，蓝丝有仇必报，同我记住啊。总有一日咧会令你睇到咧火之兵佢危险啊。我蓝丝恐怖。睇下我哋合作得唔错啊，系啦，好耐未自我介绍我咩麦路嚟神路啊，依家咧嚟到成都地区收入徽章，太感谢你啊！呢个孩子喺科技兵连实验室受咗咁多苦啊，不过一定会好好照顾啊，唔使担心啦，冇咩事我走啦，走就走咗去啊你，事情解决我都要翻道馆，你想挑战我随时欢迎。OK， 麦金斯一啲都唔弱，佢系降属性啊嘛，直打一楼，边个？院长爆吧喺嗰度做准备开张嘅狩猎场嘅宣传工作地点啊，喺个洞穴嗰度啊。OK， 点解你会有我电话？点解你会卖到广告喺我电话度？好，降属性啊嘛，啊呢个要打嘅咩？几时出现啊？我唔知嘅，点解你会有嘢要打嘅？好，月桂叶，鳄鱼，我龙之舞啊，想要啊，可唔可以俾只龙之舞啊？嚟啦，牛蛙军！而家牛蛙军变咗主力喎。本来仲想打白金翻嚟，我就去挑战佢，估唔到有人接触先得，咁即系咧将你打低先得啦。对于呢咁嘅精，呢啲训练师用一只精灵就够啦。26咧又想打赢我，瞓咗觉先啦你。哇，即醒！喂，大镬！呢度用压制。哇，回心一击。呢度用蓝镬降低攻击，之后再用冰牙，亿万吸收。呢度偷走嘅嘢先啦，有冇嘢偷啊？冇嘢偷，偷得，偷得，搞掂你啊，靓仔！判断错误啊，睇嚟你有咧，令我用上两只精灵嘅实力啊，今次让下你啦，正蠢材，想赢我，太天真啦你！我先系实力型嘅，我先系实力型嘅训练家，你见到一身做一见到一身嘅阵容就知道啦。不过仲记唔记得我？我系咧塔主啊！在这个城市的西边开拓区，但现在还在建立，突然拜访了这个城市的道馆馆主，估不到遇到你，你现在挑战麦金，加油啦，看好你啊！我规则是三打三，又要打三打三，好麻烦，应该整部机出来，在个道馆隔离啦，存放精灵，照旧啦，不要卡美龟啦，不要鲤鱼龙。加只普通系算，加只普通系偷嘢负责，小偷，师傅先嚟啦。使用嘅精灵咧，大钢石钢系，你知唔知钢系咩？好坚硬，冷酷锋利，好坚，好强系真嘅。哦，麦金，呜呜啊，死得啦，呜！哇，放岩钉佢，三下都奇怪，索妖添，偷咩啊？正反，好嘢嚟喎，又偷我掟嘢，放电 ，OK。水之波浪杀到我应该啊杀到大钢蛇嚟啦，一隻一下都死啦系嘛，睇下死咗啦已经。作为一个精灵训练家咧，好优秀又强又稳重，咁按照规定将个徽章送俾你，钢铁徽章。呢个技能叫钢尾啊，拍打坚硬嘅尾巴进行反击，进行攻击，有时可能咧降低对手嘅防御。其实仲有一件嘢咧，请你解决一下嘅。42号到一群咧大钢蛇聚集挡住咗条路，我谂咧好似你咁熟悉大钢蛇，一定会帮到忙。虽然我咧未必帮到，但我都系睇睇咧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再玩呢个绝对还 D N。咁下次就应该会去到头先所讲嘅大钢蛇嗰条嗰个位置嗰度，睇下咧系咪有新组成喺度进行紧啲咩任务啊？系啦，咁啊，中意嘅话记得揿个 like 啦，同埋咧未揿订，不过揿个订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